架车咧就同九州七星号咧系同一个 designer 出嘅。你睇下入边嘅装修系几咁华丽。呢架列车咧仲系全日本咧最慢嘅列车，每小时15公里嘅咋。设计呢个 menu 嘅厨师咧，喺今年嘅亚洲 Best 50入边仲攞咗第24名添啊！我唔客气啦。